先是点燃了雷火地脉，熔岩马上就要爆发了。熔岩爆发，北渊城不是就在山下吗？姬宁、卢谨言、符超，还有其他那么多人，那他们岂不是都得化为灰烬？谷主，长义说他会进岩洞压制地火，让您先带着阿纪走。这家人到底想做什么？他是想用一己之力对抗天地浩劫，就算擅长控水，也终有极限。 阿纪，你要干什么？师父，难道你要见死不救吗？阿纪，你现在回去，过去的一切终将白费。你问过我，你和鲛人到底有何渊源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你们曾经有过一段痛苦的过往，你们经历了人生中最不堪的一段时光，好不容易，你才恢复了自由之身。阿纪，和师父离开北渊，你可以游走于四海八荒，不受任何束缚。 师父，你说过，总有一天阿纪会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，想做的事情。阿纪现在找到了，我不想看着北渊被焚，不想看到城中那些鲜活的生命就此消失。我也不想看到鲛人，他出事情，无论我跟鲛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，此刻都不重要了。我只想回去救人。林谷主。 没想到你当日退败，缩在万花谷多时，为的竟然是身边的美故人呢。他怎么来北渊了？哈！你真是好算计啊，竟然瞒了仙姬那么久。师父，这人是谁啊？庄，等我带你回仙师府，仙姬的鞭子会让你想起一切的。抓住他们！ 阿纪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师父，走。 你体内的寒霜发作了吧？还敢找死？对付你，足够。既然知道了阿纪的身份，你们就别想活着离开。 少主，少主，少主！人要爆发了，这里太危险了。既然尊主都让您带人先撤，您就别再进去了。可是长义在里面，我要去接他出来啊。莲洞里头炼狱，此时进去就真的出不来了。难道你让我眼睁睁看着他去死吗？少主，您现在进去只会跟尊主死在一起。难道您不管亲族，不管北渊了吗？ 那是纪云和，他竟回来了。